有机栽种蔬菜的啦，哦，可以叠八层了，哦，就像那个门口栽种的那个黄公菜、黄姜菜那，那放了好多盆，哦，原来那个模子在这边可以买得到嘞，嘿嘿，这个培养土哎，好棒好棒，还有肥料嘞，哦，肥料25公斤重，390元，哦，带来带去不方便，就寄放在这里，好吧，真正方便啊。柳营泰康有机农业专区，柳营泰康有机农业专区，那台南柳营泰康有机农业专区在七美医院的东边，七美医院北边那个绿色隧道往东，往东大概过了泰康国小再往东，还没有到长滨国小，还没有到高铁的高架桥，就在右边路的右边，哇！柳营泰康有机农业专区，哦，市民农园，哦，你看前方那个就是租土地啊，五坪哦，一个月200块啊，哇，租半年6个月一次缴1200了，还可以家人都一起来租哦，哦，都可以租一大片来种，很多种南瓜、种玉米、种地瓜，啊，好棒好棒，种护瓜脯啊，嗯。看栽种了这么多农作物，那水源很方便的哈，这里买肥料、买农具都很方便的。乐活农夫体验。